在那摔下面，在那看，有个人，有个人。有个人看到没？说一下呢。家人们，我要不要过去？我过去看一下好吧，家人们，我过去看一下啊。这人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孙家呢？好熟悉一个人，是谁呀？是什么写什么字？写的什么字？孙家呢？不见了，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不见了？这个人？像黑溜，对，像黑溜，孙家呢？孙家呢？现在话，那个小马不见了。小马，我早上把他送到山上以后，就那守墓人那个小马送到山上以后，然后我中午话，他给我打电话时候呢，然后我听到他在那边话吵架呢，我听到好像是邓大姐还是谁，然后他把电话挂掉了，我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，孙家们。然后我过来一直找小马，找不到他人，去他守墓的地方去找，没找到他人，所以我来这个地方了。所以家人们，我过去看一下，这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家人们，他是谁呀？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他是谁呀？小橘子还是邓大姐孙家呢？是邓大姐吗？是不是邓大姐孙家呢？找啥呢，小橘子？昨天好像是死哦。啊？那不还一条是神经病吗？等一下，等，别走，站着，站着。我要战斗啊！我屋头的都是你了，你站着，我给你站着，别跑了，来过来。你说干啥子？行。你要走是不是？行，我接着你来找，好吧？我把东西抓走。哟，那上面好像有人呢，孙先生。南鬼在这儿吗？没有，他没在这儿的啊。他昨天跟那个老东西里的。那你给他打电话吧，
我们把小马找到。那种精神，那是不想给他有任何联系，我不想给他打电话。不是，我现在话让你打，我让你打电话，并不是让你把他找回来。你打电话问他小马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下午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听到邓大姐好像跟小马在一起了。对啊，我听那个打电话好像是那个小马被那个邓大姐把电话抢了。打电话。你打不打就完了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再跟着我，我拿砖头砸你，知道吧？你赶紧找我。那我不知道话，我不知道牌面在哪里，不要问我了，知道吗？哟，你吓我一跳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干嘛呢？啊？你不是要跟着我吗？咋不跟了呢？你到底有什么猫腻呢？你这有什么猫腻呢？你不是要跟我走吗？我怎么感觉这附近还有人呢？这是个人吗？啊，这是个人吗？来，过来看一眼，是人吗？那谁啊？小妈妈。我问你，那谁啊？哪来？眼睛瞎了吗？看到没有？没看到。穿黑衣服的人，哎呀，别打，别打。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啊？他就是个影子吗？怎么？是南国吗？他那个精神就跟他。别跟我说话，不要乱说话。嗯，明明在这儿。眼花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再站一会儿，我再过去看一下。是角度有问题吗？